阿弥陀佛，亲爱的师兄们，大家好。通过前几天的学习，相信大家对地藏期备孕的方法都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展示一下师兄们按照这个方法备孕求子的丰硕成果。相信大家也一定很期待看看我们的地藏期素宝宝吧。现在就让我们走进地藏期素宝宝们的家庭中，先来听听素妈妈、素爸爸的分享，再一起来欣赏几位地藏期的小宝贝吧。这几个小宝贝呀，可是人见人爱的哦，相信您看了也一定会非常喜欢的。我的宝宝叫莲如，现在三个月。在怀孕前，我已经备孕两年，一直没有宝宝，经历了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一度已经失去了信心。2010年5月，我有幸打了地藏期，我感觉自己的人生从未有过的充实和幸福，像打开了一扇窗。开始按照六部曲的方法修行。2011年10月，我在哈尔滨打了一期备孕期，打期期间身体有一些反应，感觉好像被清洗了。回家不到半个月，我就有了宝宝，感恩佛菩萨。大致就是这个情况，下面我跟大家说一下我怀孕之后的经历吧。第一个是孕期反应方面，整体来讲，我在怀孕时没有比较重的妊娠反应，像恶心、呕吐这些现象我都没有发生过。我记得只有一次功课做得不好的时候有过一次恶心和呕吐，其他时候几乎没有。在孕中期之后，精力比较充沛，整个从三个月到怀孕6-7个月中间，我的食欲很好，孩子发育的也挺好，工作、生活、功课基本比较稳定。孕期我一直上班，精神很好，也没觉得累，只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需要短途出差，孕后期肚子大了，坐车有些颠簸，每次回到家都有些难受，休息之后就好了。在8个月之后，感觉到身体比较沉重，做事容易累，不像以前那样有精神，特别是35周以后，明显感觉到体力不如以前，肚子也大了，做功课也比以前费力，大致是这个情况。第二个是关于吃素的问题，怀孕期间我一直吃全素，鸡蛋、牛奶都不吃。孕期我的饮食一般是早餐喝5谷粥、豆浆，吃豆包、馒头、炒青菜等。午餐吃米饭、炒菜，晚餐和午餐差不多，只是花样多一些。孕期孩子的发育一直挺好的，后期我有一些缺铁，这是大部分孕妇都有的，补充了一点铁剂。孕期我有过几次感冒，但我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吃素让我减少了很多妊娠反应，也同样保证了孩子在母体里的需求。第三个就是关于功课方面，我想所有想要孩子的妈妈都和我一样，希望自己有一个健康聪明、有福有慧的孩子。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怀孕期间为孩子多修行、多做功课。怀孕前期我的拜忏量不是很大，拜了30万大头，很惭愧。孕期我也不是特别的精进，只读诵了5000多遍大忏悔文，诵了600多部地藏经，放生若干。一般是早起读诵忏悔文，上班路上读诵忏悔文，念圣号、佛号，工作闲暇时诵经，下班路上读诵忏悔文或诵经，晚上诵经，
功课安排基本上是每天30遍忏悔文，三不经，但有的时候也坚持的不好，这是基本的功课量。如果能够重来，我一定要多给孩子多做功课。希望素妈妈们别像我一样后悔，孕期还是拼命给宝宝做功课吧。孩子的情况，月嫂刘姨说，莲如是她做月嫂近10年里带过的最省事的宝宝，是月嫂、妈妈和婆婆让我真正知道了素宝宝和其他宝宝的不同。孩子出生时7斤49公分，头很大，脑壳很硬，头发长得很浓密，乌黑发亮。孩子长得很快，月子里特别好带，除了饿了基本不哭，连拉了尿了都只是吭哧几声，晚上只醒1-2次，一次能睡4-5个小时。刚出生几天，每天就能自己玩几10分钟，玩累了就睡觉。妈妈生了我们4个孩子，婆婆也生了4个孩子，孙子也看了好几个，都说莲如和他们带过的孩子不一样，省心懂事儿。刚出生头几天，每天晚上7点多，就是我在怀孕时诵经的时间，孩子睡觉时两只小手就握成拳头合十在胸前，妈妈觉得很神奇，说这孩子拜佛呢。莲如20天时会哼哈大话，逗他他会咯咯的笑，没出满月就会看着人和人唠嗑，大声和人聊天，有时还像唱歌似的。月嫂说这孩子真神奇，20多天就会和人说话了，自己能玩1个多小时，玩累了想找人时就大声的叫。莲如1个多月时能听懂别人的话，对他说好宝宝你真乖，这些好听的他就笑，有时他调皮，婆婆凶他吓唬他时，他就会皱起眉头或扁起小嘴，一副委屈的样子。一次宝宝爸把他弄趴在床上，他堵到鼻子不舒服，哇哇大哭。第二天早上婆婆逗他时又提起这个事儿，前一秒还笑得他忽然就哭了起来，婆婆连忙说不提了不提了，他才止住。莲如66天的时候，我抱着他和全家人聊天，没看到他吃奶时没吃上，他急得特别清晰地叫了一声妈妈，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地叫的，全家人都听到了，我激动地亲了他一下。婆婆说哎呀，没见过2个多月就能叫妈的。从那天起一着急就能比较清楚地叫妈。宝宝特别爱笑，所以小名叫笑笑，每天早上他自己醒了就开始自言自语大声地说话，有人逗他他就咯咯地笑，不笑的时候神情也很专注。月子里时月嫂就说莲如和他带过的孩子不太一样，有表情，好像能听懂似的，像个小大人，特别可爱。宝宝长得不是特别漂亮，但很有人缘，家里人都特别喜欢他，妹妹、姥姥、大姨几天不见就特别想他。根据月嫂、婆婆、妈妈的总结，莲如比一般孩子笑得早、说得早、吃手早，总体都提前发育。素宝宝的到来给我的家庭带来了无限的欢乐。如果你是一位正在备孕的妈妈，我真诚地告诉你，放心吃素，努力做功课吧，一定会感召一个健康聪明、不会双全的好宝宝。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家好，我叫白桂之点，我的爱人呢叫朴素师兄，我们现在有个素宝宝叫小虎子，现在呢是2岁零1个月了。
我们在98年结的婚，后来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有孩子。在2010年的2月份的时候，我去打了一个七，当时第一次知道是有一个地藏七，我去打了个七，打了一个普通七。打七回来过后不久，就有了现在的小虎子。后来呢，他的妈妈朴素师兄呢，也紧跟着在3月份的时候，也去打了一个七。打了七回来过后呢，我们就一直按照六部曲坚持功课。从最初的三经三忏，一直到后期的，就是说，他妈妈12个忏，我这边的20个忏，这样的慢慢做功课。在怀孕之前呢，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拜忏啊、诵经啊这些功课，就打了一个七过后呢，有了小虎子过后呢，我们才这么坚持功课，所以呢，功课量呢不是很多。到虎子出生的时候呢，我们两个人累积的功课量呢，也就是拜忏有32万，诵经呢1500部。但即使这样呢，虎子的生下来的状况都比较好。在孕期的时候呢，特别是孕早期和孕中期的时候呢，他妈妈虽然相对比较高龄啊，是36岁，也没有出现其他的那个大的那个孕期的反应。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功课量呢还是不是很多，到了孕后期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反应。就是全身长那个疹子啊，还有就咳嗽啊什么的。但是呢，我们当时呢也是坚定信念，坚信佛菩萨，坚持功课。越是在状况出来的时候，越坚持功课，越把信念提起来。所以呢，当虎子出生过后呢，我们当时一看啊，虎子出生呢，全身呢通体的雪白，也没有其他孩子身上出现的那种青斑呐、或者长痣啊这些情况都没有的，都很端正，所以我们当时也更加坚信了这个方法的有效性和它的那个好处。孩子出生了过后呢，因为我们两家家庭的关系吧，老人们呢都有各种原因不能来照顾我们，我们当时也想呢我们自己来带。所以呢，在尤其是坐月子的时候呢，我当时请了1个月的假，我们两个人就在家里就是照顾虎子。通过月子这个1个月下来呢，发现呢就是说孩子呢就是比较好带，虽然我们没有太多的经验呢，但呢他呢很配合。到后面呢，就是我们在出了月子过后呢，把功课又提起来了。提起来过后发现那个孩子呢出生过后呢状况呢是越来越好。他的好像能明白我们大人的意思，就是教他这样呢他就能很配合。然后呢，只要我们做功课啊或者诵经啊拜忏的时候呢，他都非常听话的。另外放生过后呢孩子呢那个感觉会，就是这种听话的那种程度呢会更加明显。所以呢我们就这样一直在坚持功课，到现在呢都没有中断过。2年下来呢，发现那个虎子呢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说爱笑，爱逗人。然后呢他自己玩的时候呢，他会自己思考，会琢磨一些东西。如果把他放在那玩呢，他也会自己就是说翻着书看呀，或者听听音乐啊，或者就是说自己在那玩东西呢，他会很专注。所以这就是体现了一种比较好带的这种特点吧。
好多人呢就很担心这个孩子呢生下来过后啊，或者在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吃素啊是否会影响健康。作为我们两个呢当时也没有啥想，心想呢就坚持这种方法，就全部就按照这种方法去做。所以呢从普助师兄刚一怀孕我们就基本上是吃全素了，就再也没有吃过荤食，包括蛋奶蜂蜜这些都没有吃过。所以呢就说我们也把我们自己当成一个试验田呢，就这样去看看究竟效果怎么样。结果发现呢就说从孕期到出生过后到现在为止，我们都基本上每天的饮食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样子。早上就是豆浆加五谷，再加一个馒头或者米饭什么的，这就是我们的早饭。然后呢中午呢就是两盘蔬菜加上一碗米饭或者面条，晚上呢就吃中午剩下来的饭或者再下个面条什么的，基本上天天如此，没有再增加其他什么东西。所以两年下来呢，看这个孩子呢表现呢，我们发现一呢是通过医院去检查呢，就其他东西都不缺，没有出现什么微量元素减少啊，或者去贫血的情况啊，钙呀什么也不缺。然后他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呢是特别爱于奔跑，就孩子当一岁过后呢，他自己能走了过后啊，我们发现呢他基本上就不像就是慢慢腾腾在地上走，那基本上放在地上他就是跑。所以这是他很大的一个特点，所以整个小区呢就是他这个小家伙跑的是最快。所以呢就是我们一般到公园去都是他也跑得快，我们也跑得挺累的，他就特别善于奔跑的情况呢就说这样情况下来呢，就发现你是他自己的体格增强了，适应这种自然的环境能力增强。然后呢由于他奔跑过后呢，就是晚上呢睡觉呢也特别好，基本上是晚上我们8:30到9:00他就会睡觉了，早上6:15啊到6:30左右他自己醒，就这么一个情况，基本上不用我们太操心。晚上偶尔有点翻身呢，我们有时候喂一口水啊或什么的，他也就睡觉了。所以在这么一个情况下，我们觉得他非常的比较好带。然后呢通过我们这个实例呢，就说因为我们没有老人带了，也不用去担心吃荤食啊，吃些肉啊鱼啊什么的，所以呢我们基本上是这种方法下来过后，这个实验是很成功的。按道理来讲，我们两个人的都是属于高龄的，体质呢肯定不如20多岁的人的强。但是呢我们通过每天的大量的做功课，然后坚持吃素，这样的话孩子呢发育非常好，身体很健康，动手能力啊还有他的思考能力啊都比较就是让我们满意。所以呢也非常感恩这个方法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道路，就是我们今后的一种发展方向，也指定了我们的人生的道路。所以我们也通过孩子这种变化让我们更加坚信并且坚持按照这种方法走下去。虎子呢就是说现在慢慢长大了，他呢会逐渐的开始跟我们说话了，有时候也会说一大段的话。然后呢有时候他就是把那个念佛号啊和圣号呢经常挂在嘴边，比如说他自己上厕所便便的时候也在那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呢我们有时候抱着他玩了逗他的时候，把他抱着往后倒啊，让他说虎子啊你让谁来救你呢，他立马就说地藏王菩萨。所以呢就是很让人感到很欣慰。然后呢只要我们走到街上去呢，他就时时刻刻眼睛就盯着到两边那种比如商店啊餐馆什么的，只要里面供的有比如说佛
佛像啊，或者那个关公啊，类似这样的，他就马上就说阿佛阿弥陀佛，然后就紧接着说拜，然后就把我们的头啊推到那边去让我们也看，他就指着那边说阿佛阿佛，所以呢就是好像在他眼中就是只有阿弥陀佛啊，单纯纯真。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带他出去呢，他时不时的就突然兴致一来就往地上一跪，不知道什么场合啊，就跪下来就双手一合十，就是阿佛你还拜下去。所以我们就觉得就慢慢这种熏习啊，对他来讲影响还是比较大。所以呢就是说如果孩子这样从小就是通过这个佛光的照耀了，我们也会欣喜的看到，就是说孩子这种心境非常的单纯，然后呢身体也非常好，也希望呢就是说能听到我们就是说介绍这种我们的自己家里这种过程的这些师兄们听到我们这样讲述啊，也能升起信心，要坚定这个信念，不管我们以前做过什么，只要我们现在坚持什么就更好。要相信佛菩萨，相信只要佛光照耀，只要我们坚持功课，只要按照这个六部曲这个方法去修行的，我们的收益是非常大的。这个从我们这些实力就是可以体现出来。前段时间呢，在胡子两周岁的时候呢，我也帮他做了一个小视频，叫树娃娃的小脚丫。我们就用就是我们平时他的生活些点滴吧，把它记录下来，做成一个小视频播放给大家看。从他从出生到两岁，他的每个时期的一些变化，我们都通过那个录像把它录下来给大家看。我们没有去增加任何的修饰部分，全靠大家自己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佛法的时候的真实不虚。如果我们真切的真真实实的按照这方法去修行，受益的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也特别感恩，我们这个家庭啊特别感恩能在今生遇到地藏期，能够坚持功课，能够按照六部曲这么一直修下去，我们也有信心我们的孩子会更好，会将我们这种正确的方法更在今后的未来不断的弘扬开去，让更多的人的受益，让更多的家庭和谐美满，快乐无忧。感恩大家，阿弥陀佛，感恩。May your path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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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素宝宝英慈，阿弥陀佛，大家好，我家宝宝叫英慈，也是一位素宝宝。英慈妈妈佛化师兄是在怀孕四个多月的时候去打的漆，在打漆之前就很少吃肉，打完漆回家之后就开始坚持修行六部曲，吃纯素。怀孕期间我们一直都放生，每周都会去两到三次。记得冬天很冷时，佛化挺着大肚子在冰面上一趟一趟拎着桶放鱼，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在家时就诵经拜小忏，开始诵经不多，每天至少保证一部经，后来觉得时间不够了，就每天诵五部地藏经。有一次做产检测出血糖高，回去就把读诵礼佛大忏悔文加到了每天20遍。后来医生让住院做检查，结果测出血糖竟然一点问题也没有了。由于有高血压家族史，佛化师兄被派到了高危产妇门诊做产检，结果怀孕期间血压一直都很正常。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我们坚持做功课的缘故才能这样顺利。产检的时候医生说佛化是漏斗型的骨盆，不好生，可能需要剖腹产，当时他就着急了。我说没事，求佛菩萨加持，肯定能顺产。最后进产房生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念着地藏王菩萨圣号，45分钟就顺产了一个漂亮的女宝宝。宝宝出生的第二天，因此姥姥抱着她给她喂水，她竟然用一只手扶着奶瓶，这个有照片为证，所有见到的人都很惊讶。奶奶说一般孩子要到快满月时才知道扶奶瓶呢。宝宝也非常好带，吃饱了就在床上玩，玩累了就睡觉了，打针也不哭的。大家都说宝宝爱笑，更有意思的是在他49天时，我们带他到外面玩，也许饿极了，他竟然叫了好几声妈，后来只要饿了要吃奶就叫妈妈。有天早晨起来，我在他身边大声了说了几遍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随后说了一句好不好，他竟然毫不犹豫地回答了一句好，声音很洪亮，我跟佛化都清楚地听到了，真是地藏王菩萨的大威神力，不可思议。在宝宝5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我给他念礼佛大忏悔文听，让佛化在旁边给录下来，在我念到南无现无余佛的时候卡壳了，忘了接下来是什么佛，就听宝宝竟然喊出了宝月佛。想想佛菩萨的力量是多么的不可思议，6个月的时候
宝宝就学会了拜佛，宝宝也知道地藏王菩萨和观世音菩萨。每次我们做功课的时候，宝宝都很乖。有段时间佛化功课坚持的不好，孩子一到晚上12点左右就大哭。网站开示里提到过，妈妈和孩子是一体的，妈妈坚持修行做功课，孩子就会很好。后来只要佛化做功课，他晚上就不会哭，一不好好做功课，孩子就会出状况。孩子真是来度我们的呀。我家宝宝一直都跟我们吃素，连鸡蛋都没有吃过，但是每次体检医生都说宝宝很健康，孩子身体一直都比较好的。我们小区孩子很多，因此是年龄较小的一个，但是他跑得最快，个头也高，也很结实。其他家长都问我们给孩子都吃了什么呀，长得这么好。我说除了肉蛋，其他的我们都吃，而且宝宝也不挑食，1岁多以后吃饭都是自己吃，1岁半就自己拿着筷子吃饭吃面条，也不用大人操心，怎么能不好呢？给他做过几次微量元素检查，什么也不缺。刚刚30个月时做过骨密度检查，比血液检查更能准确地反映是否缺钙，结果也是100%正常。这个由北京海淀妇产医院权威的检查单。宝宝很懂事儿，他会照顾和保护比他小的孩子，有正义感，跟个小大人一样。那些家长都喜欢他们的孩子跟因慈玩，他们说因慈讲道理，不会欺负小朋友。从他会爬的时候开始，他就会爬到佛堂去拜佛，到现在看我们拜佛就会跟着一起拜拜佛。当他刚会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有一次佛化和宝宝两个人在家，下午天黑了，忽然开始打雷闪电，下起了瓢泼大雨，他很害怕。佛化当时就对宝宝说，念阿弥陀佛圣号就不会害怕了，阿弥陀佛会保佑我们的。然后就开始一起念佛号，慢慢的天亮了，雨也停了，也不打雷了。佛化就对宝宝说，你看念阿弥陀佛圣号就好了吧，心里也不害怕了吧。他像听懂了似的点点头，又告诉宝宝再感到害怕的时候就念佛，阿弥陀佛会保佑你的。过了几天带他去游乐场玩，他在走高空独木桥的时候很害怕，有点不敢走，就看到他的嘴巴子一直在动，仔细听原来他在边念佛号边走，就走过了独木桥。以后只要他感到害怕就会念阿弥陀佛圣号，平时很自然的嘴里就会念着佛号。他在家自己会要求看红音版的礼佛大忏悔文视频，到了晚上一家人就开始绕佛，哄他睡觉时就给他念佛号，他就抱着他的毛绒玩具当成小宝宝，嘴里也念着佛号。当有了宝宝的一天，一个宝宝功课之后，他每天会听2部地藏经，听几十遍的礼佛大忏悔文，自己也会念佛号。结果有一天他竟能自己念出第一句完整的偈子，大慈大悲悯众生，再往下每句也能念几个字。我当时很震惊，特别开心。每次他都边听功课边玩他的玩具，但是每天这样的熏修，孩子还是会听进心里记下来的。非常感恩师兄们，真的很智慧，让宝宝们从小就开始坚持功课，沐浴在佛光中，素宝宝一定都会越来越好的。就因为有这样一个很乖的宝宝，因此的姥姥可能也是感受到了佛菩萨的加持力量，不是很信佛的妈妈也开始吃素，后开始拜忏了，真的是让宝宝给影响了。看到这样的变化，我们心里还是很开心的。后来有了老年期，母亲也去打期了，回来后一直坚持做功课，孩子的爷爷奶奶也去打了老年期，回来也开始坚持吃素，坚持做功课，家里的一些亲戚也都开始信佛了，宝宝的姑姑姐姐也都先后去打了期，开始坚持吃素，坚持做功课，家里的氛围越来越好，慢慢的家人们都沐浴在佛光之中，真是感恩佛菩萨的慈悲加持。师兄们都精进修行吧，
坚持六部曲，佛菩萨一定会给我们送一个安乐易养、活泼健康的素宝宝。阿弥陀佛。佛化德柔，2012年12月22日。南无普光佛，南无普明佛，南无普净佛，南无多摩罗三藐三菩提佛。
怎样求得一个安乐易养的素宝宝？我们在准备怀孕时就开始修行，坚持功课，争取来投胎的是善根福德具足的子女。在怀孕前，我们读诵地藏经，可以祈请地藏王菩萨加持，赐我们一个福慧双全之子。怀孕之后，同样用读诵地藏经、拜忏，或者读诵礼佛大忏悔文，以及吃素、放生、行善、念佛这六步来帮助腹中胎儿消除业力，增长福报，增长智慧，是孩子在出生之前最容易改变命运的这个阶段，最大程度的依靠佛力改变孩子的命运，等孩子出生以后就固定了，不容易改变了。所以建议大家在怀孕期间，父母双方或家人多为孩子读诵地藏经，最好父母二人都能每天为胎儿读诵地藏经，母亲每天大量读诵礼佛大忏悔文，父亲每天坚持拜忏，等孩子出生以后就不用给孩子诵经了，自己按照正常功课仪轨来做功课就好。等到孩子生下来以后，爸爸妈妈甚至其他家人应该继续修行，继续做功课，继续给孩子创造一个佛法佛光的氛围，让孩子在佛光的氛围里继续成长。如果孩子生下来以后父母不做功课了，那么孩子就因为缺少了佛光的成长氛围，容易受到外界不良磁场的影响。有些孩子表现出容易生病、不安、哭闹，一旦父母开始做功课，孩子在佛法这个氛围之内成长，就不容易生病了，就会安定健康地成长了。阿弥陀佛。
总结，亲爱的师兄们，这些温暖感动的一幕幕，是不是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您是不是也想有这样可爱聪慧的素宝宝呢？那么从现在起，我们就要向这些素爸素妈学习，坚持修行，做好备孕，为宝宝的到来打好坚实的基础。地藏期还有更多可爱的小宝贝，你想不想继续一饱眼福呢？那么就请您长期关注地藏期素宝宝纪录片，更全面地了解素宝宝的风采。相信这些宝贝们一定能带给您更多的快乐和希望。当您喜得贵子之时，也希望您到地藏期网站的报喜栏目中把喜讯告诉大家，跟大家一起分享您的快乐，同时也给更多的师兄鼓励和希望。祝愿大家都能通过坚持修行，欢喜地迎来安乐易养、称心如意的福宝宝。阿弥陀佛。有你，给你平安。
子。